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无锡的七会公园，听说这里拉活的人特别多，氛围也特别好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这一进来就遇到三个班了，这个班又在唱歌，那个班也在唱歌，都搬着小板凳在唱课呢。那上课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既然他们都在上课，我们也来上课好了。拉个刘老根，暖下手。 Yeah.